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以小博大。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呢，我邀请了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爵士鼓的人，要来尝试看看在一个小时以内看看能不能学出一首歌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然后今天呢，我邀请到了我朋友马弄，今天呢我们要来学那个 One Republic 的 Counting Star。 等一下呢，我们大鼓就跟着拍子，然后去踩一二三四，你试试看，脚跟垫起来一点点，垫起来，好，然后用前脚掌，对，好，踩一二二三四一，对，一直持续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，继续继续继续，OK 吧？嗯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节奏咯。第二个节奏呢，你有没有看到左边这个？好，这它叫 high hat， 左脚踩住，然后右手跟左手，右手放在这边，然后左手放在下面。好，所以等一下你大鼓踩一，一，然后二的时候一起打，二的时候他们三个一起，是吗？对，然后脚还会一起。是吗？一，然后。对，好，我们重复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会乱掉，可以，好，慢慢来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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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这样是不是没打到？你刚刚是左手打到框了，哦，所以我要抬起，对，手腕要抬高一点，对，这样，再收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。那么我们把这两个节奏连起来试看看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大鼓就会先一直持续四遍，就是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之后就换第二个节奏，就变成一二的那个节奏。对对，好，我们脚先开始哦，预备开始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，好，准备换一。就是这样子，刚刚我们是不是只有二的时候是这边？嗯，现在呢，我们一的时候也要打，嗯，所以它会变成一，嗯，然后这是我们第三个节奏，右手加进去，对，所以右手都没有停哦，嗯、一二三四二二三四，然后第三个节奏呢，等一下会有一个过门，过门是手的顺序是大拇，然后左，然后右的时候会跟右脚一起，嗯，那所以它就会变一。所以连起来就会变成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，这样。哦，好。来试试看。这个好难。可以啦，我们先试右手都完全没有停的。一二一二一。这是对对对。一二的时候摇。对。哦，没错。好，开始。一二一二，啊，你一忘记了啊！一好，对，二一二，右手，然后一起，右手，所以这个不要停，对，那没有停，好，开始，右手一起，右手一起，一二一起一起，好难一起，好难一起一起一起，好难一起，然后一起右手两只，你看这个没打，哦哦，懂了，好，懂了，好，再一次，开始，一起。再一次，来开始，右手一起，右手一起。等一下，我这只手，我这只手会一起。等一下哦，我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好，右手，然后一起，对，右手一起。好难，为什么这个那么？为什么突然变那么难？右手一起，啊，不是不是一起，一起，不对。这里一起，然后再这里一起。哦，对，好，嗯，对。一，然后全部。一，二，对，三，对，二，三，四，对，差不多。四，对，然后再一次，三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四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四二完了之后呢，我们会有那个咚哒哒，右左右，然后左手，
哦，这个就要回来了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个咚大大，所以脚就要一起，嗯，脚都要一起动。对，咚大大，大大，再一次，咚。对，再一次，很好，再一次。然后打个大步，对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四、四、二，蹦哒哒。哦，最后就到这里了。对，四、二，好。四、二，蹦。对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请问我们现在有办法在？加一个小东西吗？我试看看。好，每一拍的第一拍要加上 crash 一起打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节奏加上拔试看看。开始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，然后接第二个节奏。那我们第三个节奏也是一样，第一下会有拔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蹦哒哒。对，要换他回来这里。对，好，这样子都知道了哦。我们现在就三个节奏，每一个节奏的开始的第一拍都会有这个。刚刚呢，我们把动作都教完了。那现在呢，因为片长幅度的关系呢，我们就直接把跟着音乐一起练习的内容，就剪到下支影片哦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三四二三四，很好，这样子，哈哈哈哈，这样子我们就已经从前奏到第一次主歌了。